咱们可以洗水果，我有葡萄，你要不要放？你想想蛋糕想做成什么样？我看看我这还有什么。你拿那橘子弄一个笑脸不得了吗？蓝莓是眼睛，弄一月牙嘴，然后你那白奶油变成那个谦哥那卷头发。卷发这个好，哎，我们查一查攻略怎么做卷发，怎么拿那个嘴做卷发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适合他。叫我导演。我挑几个图样啊，您看哪个觉得像？嗯，眉毛是什么呢？眉毛还能啥特点啊？眉毛。咱两根葱。哎，我们家有画眉条。你看看，哎，这个好，可以，倒是长条形的，但是会不会有点？这行，形状是不是很眉毛？真的很像眉毛，啊、你看，是、啊，还白眉毛，你洗一下，洗一下，白头到老，好寓意。咱们在桌子那儿倒出来挑，到底谁能够成为谦儿哥的眉毛？这个怎么样？挺好的。哎，这还好自然，真的好像眉毛啊，这两条。感觉在底下放两颗蓝莓就更栩栩如生。圆圆的眼睛，摆个小红脸蛋儿，堪称完美。我们蛋糕也好了。你这烤的比我那个好，表面都没有裂。哦，那不是你指导的好吗？来，你扣吧。下来了。对。配合还行。太可爱。然后转，眼睛。两个小脸蛋，于老师的发量就看您的表现了啊！那没办法，就这水平。很好哎，就这样吧。那冰起来，赶紧别塌了。冰起来。哎，我还有一些装饰的，你要不要看一下？什么装饰？这个刀盘、蜡烛、小恐龙。蜡烛你有吗？我没有。你来个二十。二十是你俩结婚吗？你刚刚说二十，也不太合适。嗯，那就写你俩认识的那年，他的年龄，让时光永远停留在初恋的时刻。就来个一吧。二十年来第一次单独庆祝生日。哦，这个好。好了，成功。好，就看今晚。好，不是要怎样的，好像要把它拿下去。哎，对，好像那种就是要表白了那种感觉，是不是？哎呀，多少年没干过这种事儿。祝我成功。祝你表白成功。你要把它拿下。逗死我了。拜拜啊，走了，加油。好。老婆，哎，把那褂子拿出来。坐会儿呗。你看这个山这块，正好有一个微型的鸟，这个景真的很好，这房子的景，是吧？嗯。哎，这袜怎么也破了？哼。破一
说，你是故意的吧你？怎么叫我故意的？你废袜子你！真的，而且这是补，还不是上次那，不是我补的那双，也不是那一天你翘着脚那双，这是又双新的是吗？你觉得你特有理是吗？我就问清楚了，我要查案。另外一双，想问你，你知道这袜子穿多少年了？多少年？三年。李云迪一双袜子穿十年。他只踩钢琴的问题是。你说的对，他也是这么总结的。下班了，又开始该上班了。怎么呢？这晚上该做饭了吗？对，今儿晚上这顿饭可是您的啊。哎呀，这可是大任务。你也不是非得坐在这儿啊，你也可以到厨房去支个嘴啥的啊，可以随时进来指导的啊。我你只要需要我就指导啊。好吧，我怕我那儿支嘴儿您夯了，你坐着我坐啊。行行行，好。啊？你做这么多月饼啊？怎么样？好吃吗？好吃。然后明天咱们卖去。行。是明天吗？明天后天啊，甭管什么时候了，明天应该是明天。嗯，好。